逸轩，你的计划是什么？这是你拿着的东西，收走。逸轩，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不怪风之境。今天这事儿他没完。现在 LP 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。我能给你的，也能拿回来。你利用李寻对你的信任，霸占了 LP。我们 LP 永远有你的一份。永远的三人，我就是要往他身上插刀。高建宏，你听好了，背叛的人总得付出点代价。李寻，三年前你就是这样，我一直后悔没有拦住你。这两个字母的意思是什么？这是我给公司起的名字 ，Lucky and Power。难道不是 Lighter and Princess， 打火机与公主裙啊？真挺羡慕你跟李寻的，能为了一个名字死磕到底。他们不知道这个名字里蕴含了多少热情和理想。从今天起，把 LP 拿回来。李寻跟我们都不一样，有着明确的目标。杀！他太有冲劲，很难不被感染。但往往天才，他有一半的魔鬼的化身。LB 是国内游戏顶尖，你们是斗不过老高的。你不能低头，我不允许。单枪匹马的，爬不了山。我在哪儿？哪里就是山顶。